风狰狞表情大集合，自曝哭戏有秘诀。Angelababy 小脏辫造型曝光，清唱 rap 十秒就能连说80字。杨幂学林志玲娃娃音，原来带货女王也有108种撒娇姿势。黄晓明杨幂被曝片场喝酒醉倒 ，baby 喊话你真行。最新鲜、最独家、最猛料，一切尽在有料。本是花好月圆虐狗剧，谁知少爷惨死领盒饭。要说那年花开月正圆的虐心大戏，网友们还真没少为暖男代表吴聘喊冤啊。编剧大大，哎，你出来，少爷摔死是不是太草率了点呀？四个字总结就是 no 作 no 带呀。吴聘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和吴聘一起走。声嘶力竭，演技开挂，瓜友们也因此被娘娘的哭戏又一次震撼到，可真是扎心了。其实要说孙俪的哭戏一直很走心，还记得她在《芈月传》片场就哭到停不下来，导演工作人员齐安慰，剧中面目狰狞的哭戏秒变魔性表情包，宝宝心里哭什么鬼，互相伤害呀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娘娘做不到。当然《甄嬛传》的反响也不小，直到真情的我眼泪掉下来，姐妹离去时哭到腿软崩溃扶墙，三句皇上驾崩更是堪称教科书式演技。驾崩，可以说哭戏是评价演技好坏最直接的方法啦。演起哭戏信手拈来，孙俪自曝有秘诀。哭的时候根本不用想别的，孩子哇、啊对，等等啊！想了也是啊，娘娘长期在剧组拍戏，自然想家。不过提到孩子泪点低只是其一，好好补充体力也是必要的。比如说那场戏情绪特别爆发，对，我恨不得那天吃八顿饭，你知道吗？夸就要吃，对，就吃特别多东西。要不怎么说人是铁，饭是钢呢？一顿不吃饿得慌。除此之外，剧中身轻如燕也不是一招练成的。什么运动我都喜欢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别说在家养生狂练瑜伽了，娘娘在剧组也没消停，各种广播体操、高抬腿，我们的演技斗时刻为各种戏份做准备也是没谁了。演技不多说，收拾想替广大网友说一句：剧情求轻虐。Yo yo check now， 要说 Nelly Baby 走的一直都是小公主路线，晒自拍妥妥美搭众人，微微一笑很倾城。虽说上奔跑吧多了一个女汉子人设，但是有颜任性。Baby 还是那么仙那么漂亮，不过呢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私底下 Baby 竟然也藏着一颗唱 rap 的心。不吹不黑，有高能网友曝光了 Baby 梳着小脏辫的照片，本公举仔细一瞅，表示内心受到了10000点的冲击，超大牛仔衫外加一头小脏辫，眼神犀利，杀伤力 max，分分钟气场爆棚，怎么的？看见这样的 baby， 怪友们的下巴都还在不？本公举掐指一算，早前在周董的演唱会上 ，baby 就作为伴舞来了段热舞。作为周董的真爱粉 ，baby 张口就来了段高难度的神曲。宇宙无力的小声看离谱吗？俄罗斯的漩涡差不多一米宽的心，要我走在何位置躺？在半关跟庭院，在三井都的夜晚，有一种榻榻米的稻香，没气了。我的天，这语速简直六道飞起，双手先生。像本公举的膝盖，当然啦，不少好奇网友也仔细数了一下，发现 baby 竟然在10秒内就连唱了大约80个字。Oh my god， rap 小公举就是你，没跑了。还有那些年双节棍也是绕酷炫，此刻本公举只想为你欢呼，为你尖叫。什么刀枪的棍棒，我都耍得有模有样。什么脾气最喜欢双节棍，柔中带刚，想要去和他说再少了一个模样。OK fine， 全世界你最酷，本公举就想问一句 baby， 你这么会玩，你家黄教主造吗？撒娇攻势 real 凶猛，各位看官敬请见招啊！大秘密上明日之子，除了贡献超大之外，对小哥哥们更是负责。不仅在节目中自曝空闲时会看选手们的直播，私下还经常和星推官们聚会商量，可以说是相当敬业了。不过要论最高能的，还是这一招。老薛，我帮你伴舞。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却偏偏要伴舞，引得老薛一脸惊讶。大秘密为了自家选手使出洪荒之力也是蛮拼的，蜜蜂们为你尖叫，为你爆灯哟。书友情提示：前方高能，贵圈不仅有志玲姐姐的加油加油，带货女王大秘密撒起娇来也不是盖的。真男中面对小微微的压缩饼干，大秘密灵机一动，解锁撒娇新姿势。一大事之前他就发压缩饼干，你知道吗？昨天跳伞，就比如说我们那个什么之前训练饿的，快点，饿的快点。
360度撒娇，你学会了没？要是觉得这姐妹团集体转圈难度太高也没关系，咱们先定一个小目标，从说话开始。这位大哥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您就通融通融让我进去吧。一本正经的扯袖子，加上娇嗔的小奶音，强都不服就服大幂幂啊。而作为铁杆钢丝，大幂幂和郭大爷录节目时还过了一把戏瘾，一言不合就开溜。丢人，你说你不说不走了，不高兴你回家吧。哎呦喂，大幂幂这话说的连郭大爷都招架不住的干叫啊。怎么样，看完了大幂幂的180撒娇法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中餐厅美食一箩筐，小明哥和赵薇默契把舞跳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有酒有肉有聊头，不就是好友相聚的正确打开方式吗？什么酒后吐真言更是在小明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但素节目中飙泪心疼老婆大人，早前却有导演大大爆料他在何以笙箫默片场不省人事。最近喝了两瓶红酒还是一瓶红酒，而小明哥就倒在雪地里。What？ 醉酒倒在雪地里，小明哥你这样真的好吗？不太的时候我心里的潜台词是请问你赶紧清醒的你就知道了。黄教主片场醉倒 baby 来照顾，你俩这世纪狗粮是发不完的节奏啊。咦，本宫举一掐指一算，小明哥和 baby 当时是和大幂幂一起拍电影， baby 在片场也是没毛病。但你们还记得那些年黄教主和大幂幂的限制级狂吻吗？小明哥分分钟霸道总裁上身。我输了，我还是输给你了，一败涂地，我是疯了。这一台词简直满满的琼瑶剧即视感啊！喂，地东标配有了，高能戏更是看得网友们脸红心跳。你这。如果说这都是言情剧的套路，那两人在片中贡献的滚草地情节怕是甜到没朋友了。两人亲密戏如此之多，搞事网友们也忍不住想求卑鄙的心理阴影面积，只想说黄教主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嗨，欢迎关注官方微信，靓女王爆不完的料和吐不完的槽都在这里哦。